果一躺下来测胎心音的时候，发现有规律的宫缩。明天要去外教会服侍一堂首座，有两个不同的年龄层，一个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另外一个是李明，所以我要准备两个不同的活动，一个是小朋友的盖手印，另外一个是李明的水彩花花草草。准备好了，放在盒子里面，就是李明要来的已经用纸胶带做好他的范围，花花草草是范本，然后小朋友的幼稚园的小孩的我已经画好草稿，如果要小朋友画这个太难了，所以已经用铅笔打好底，他们明天只要涂颜色然后盖手印就好了，手印的颜料我也准备好。然后除此之外，我担心这些全部都做完了以后会还有剩下的时间，所以我就去把我以前上班时候的英语教学的东西找出来。以前在补习班工作的时候，我们寒暑假都会有招生，招生的时候就会要做一些说故事的活动来吸引小朋友来报名，所以那个时期我就还蛮常讲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就会做这样子的 worksheets， 让小朋友在课堂上可以听完故事之后有一些练习，然后也可以带一些纸本的东西回去给家长看。然后接下来是道具，道具有大野狼的手，这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啊，因为到时候会在白板上面，所以会有磁铁的三只小猪，好可爱啊然后还有他们盖的房子 A straw, stick, brick。好在有准备一个故事，因为后来活动大概40分钟就结束了，剩下20分钟就是说故事，然后跟家长有一些互动 Q&A。 一袋香人磨一磨，我看一下那个纸头，每一根纸头都要磨到，盖一朵小花鸭，每一根手上都要鸭，好，拿起来，哇，好漂亮哦，这个橘色的小花，磨一磨，每一根手指头都有了吗？检查一下，都有了吗？还没啊。那这边可以马上洗手吗？可以，旁边就是厕所。再盖一朵小花，手上都要压到哦。好，拿起来。哇！哇！上台有没有看到我们准备了很多颜料啊？有。很多不同颜色的 colors， right？那这些都是无毒的，可以水洗掉的。但是等一下，我们还是要控制它的量哦，知道吗？知道。好，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呢，老师你看，桌上老师是不是已经帮你们画了一个花瓶？有。我们要先用蜡笔涂颜色，好不好？好。
everyone. Welcome to this week's episode of The Gong Show. This is Lisa Anderson here with you. What can I do? How can I help you? 还是你要一起来剥大蒜？一起来剥大蒜。一起剥大蒜。你要坐妈妈身上啊？好，等我一下。嗯。香香的。你觉得大蒜是香香的，是不是？有一个蒜香味 ，smells so good。Oops. 早上的果汁，我不要喝。为什么？里面有甜菜根、红萝卜，还有姜。姜。说拜拜吧，拜拜拜拜。
got my arms open for your love. It's a sunny day. I can see though my eyes are all closed. Yeah, he gives m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always lets me know that I'm fine just the way he made me. Wow, that is so good. Every perfect imperfection is all because of him. Oh, I know you and I praise you. Got my arms open for your love. 现在要前往我们活动，身体动一动。我们要一起去哪里啊？对，我们要去身体动一动，要去跳舞了。你刚才来的时候有下雨吗？是有一颗大大的什么？太阳挂在天上，也回来了。我的。跳过来以后，蹲下来，钻过去。好，再来，跳 ，OK。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就觉得胎动又比较少，就想说来医院检查一下，结果一躺下来测胎心音的时候发现有规律的宫缩，然后就留下来做宫缩的检查，然后一连串呢，现在已经大声无痛，跟上一胎一样在大医院生。有个台灯让人比较放心，看什么时候会生，然后邀请姐妹们为我祷告了，所以有祷告，心里就有一个平安在里面。来，好好用力，这次就让它出来就好了。我今天这里，好，肩膀过了，举到颈一圈，8:08。女生，来，哇，哎，丹。哇！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哦！